Va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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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i.现在去找 Perry， 准备跟他去拍一个探店的片子。大家也发现我们最近更新的比较慢了，俗称拖更。那正好，要不就录一期视频，叫拖更日记，然后聊聊我们最近拖更这段时间，原因是怎么样，然后最近都在玩什么，顺便去看看我们做视频的幕后工作吧。然后其实我们是还正在做视频，只是制作的比较慢而已。Perry， 啊，说一下最近为什么拖更。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忙嘛，然后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我架子其实是已经满了，然后要有新的架子我们才能开出来，才有地方放，所以的话等架子先来了。哇，这是 Perry 的厨房啊，基本上已经全部堆满了，这都是没开的东西啊。天猫精灵，把书房的灯关掉。天猫精灵，别听他的。就隔壁在装修是吧？对，天天八点钟打墙。对，这个也是拖更其中一个原因，烦死了。对，好多原因，真的是太多原因。就是他在隔壁装修嘛。对，打墙拿那个钻子。那我们拍片子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敲墙的声音录进去，装修的声音。那我们现在先去一个地方吃饭，然后吃完就会去拍一条去探店的片子。近期大热就是斗兽场，好大好大一个斗兽场啊！他没有配那个乐高小人，反而是配这种真人的比例，就是要出一些写实系的产品。两个广东人在上海喝广东早茶。糯米鸡啊，糯米鸡，之前段时间更的很多，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，所以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视频。Perry 最近也是工作忙起来了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最近沉迷上这个怪物猎人世界啊，怪物猎人这个游戏太吃时间了，最近打到那个名翅龙。我最近就在玩原神。原神是工作需要啊？也算是工作需要吧。你那个做崩的 GK 怎么办呢？那个海贼王的那个吗？处理了吗？没处理掉，我准备送单了。对，那是一个 MT 工作室的艾斯和一个龙凤雕像，真的是不想补了。因为一方面他的脸做崩了，然后另一方面的话，我家也实在摆不了。谁想要的话呢，我也可以送单，反正定金我是不要了。补款的话是2300，你自己补。对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接盘侠，说一下最近其实虽然我们没有更啊，虽然拖更了，但是其实有一直在做视频拍视频的。首先是这个修玩具这个节目啊，最近一直在拍。最近因为修的过程中啊，要使用一个油漆，那个油漆可能断货了，所以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出这个第二期视频。然后今天还要去拍一个探店，然后今天结束探店之后还要去拍一个开箱，然后修玩具都在进行，只是剪辑什么比较慢而已。白棋要不要讲他？白棋一户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白棋户。在国庆期间，我顺利的回家拿到了这个修复好的皮卡丘尾巴。这次的修复呢，十分谢老板。现在就是要正式把这个尾巴插回本体。就这样，拜拜。总之，小叶呢是比较喜欢玩《明日方舟》，然后他最近到货了一个小绵羊的手办，对，那个手办那个看官图还不错，会让他拍那个开箱视频给大家看。对，还有什么？健身环啊，算了。如果你本来就会健身，你就不会需要健身环。如果你本来就不健身，你有了健身环，你也不健身。对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好，边走边说。现在回到 Perry 的住的地方，那现在正准备拍他的那个 Perry 的快速开箱，就是最新的一期。
这里是我们的摄影的灯，两个灯，然后这里是 Perry 的位置，然后这个就是很可爱的这个一比一皮卡丘啊，这个就是待会要拍的那个宝可梦的雕像。其实我们每一次拍视频的背景都是 Perry 的手机，其实就是投屏的是吧，嗯，投到电视机上，所以的话就拖到了现在才重新开始去做这一期的视频啊。那现在已经是第502，对，第502，没办法，他这个设计的太差了，反正就是这根东西害了我们拖更了，就是他，嗯，装不好啊。啊，拖更日记到这里结束，结束了。对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加转发，对，继续关注 Big Boss Club， 好玩的、能玩的，我们都会玩。啊，真的要更新了，拜拜。